手指非常的修长，特别是大拇指啊，非常的修长饱满啊，说明跟父母的缘分深厚啊。同时呢，这个也是水行手，水行手的人呢，温柔敏感呢，是典型的女人手。我们看小指也是修长，紧靠无名指啊，说明跟子女的缘分深厚啊，子女呢容易跟自己亲近，亲和力不错。那么食指巽宫财位呢，见杂纹啊，虽然饱满，但是呢有一些杂纹干扰，说明正财旺，但是呢不稳定啊，本职工作呢也有一些动荡和起伏。我们看这个小指水星就见钱财数文，说明偏财运倒是不错啊，在牌桌上手气不错，而且呢买彩票啊这些偏财运势啊，反而有一些这个钱财入账，但是呢偏财不可长久，切勿沉迷啊。生命线初期呢偏浅淡，但是呢脑线跟生命线初期分离，说明啊有穿掌人的格局啊，也有这个独立能力啊，胆识也不错啊。从小呢小时候有一些韧性啊，但是呢长大之后呢做事呢敢闯敢干。不过呢脑线呢在成年之后呢有一个阶段呢是有一些锁链和导纹的，在特别是在青春期啊，这个心思这个比较细密，而且呢偏敏感，有的时候呢心理素质偏弱一些啊，遇见一些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啊容易啊紧张啊，甚至在这个学业上面也受限啊。我们看这个在生命线呢，在30岁左右呢见上升线呢，这个上升线呢说明在这个阶段呢有一段好运啊，有可能是在事业上有些突破啊，也可能是在这个感情方面呢有所突破啊进展。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事业线呢在中年阶段呢出现断裂啊，那么事业线的断开呢说明啊在事业方面，刚才讲的食指巽宫财位正财有些杂纹干扰啊，跟这个事业线呢有些动荡起伏有关系啊，就是说在事业方面遭受瓶颈啊，遇到阻碍，并且呢有可能是啊改行换业啊，就是说他会选择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。我们看同期呢感情线也出现倒纹了，所以说这个中年有一个坎，就是说事业和感情双重有一些问题。感情方面感情线见大倒纹的话，在感情当中啊能量减弱，容易有一些烂桃花干扰侵扰进来啊，这个干扰到甚至干扰到姻缘啊。我们看尾端上翘啊，这个感情后面的运势还是不错的，包括这个大拇指啊也见这个明显的凤眼纹啊，凤眼纹虽小啊，但是它也是非常吉祥的寓意啊，代表在婚姻当中呢有旺夫兴家的这个潜质啊。最后我们看到在这个脑线跟生命线以及上升线呢啊，包括事业线共同组合成了这个大的元宝财库啊，这个财库呢在人生当中呢是有对事业和财运有一定的帮助啊，在事业和财运上有一些这个利用好的话会有大的突破。但是呢在掌底坎宫的位置啊，这个包括事业线也出现断开啊，导致这个元宝财库出现开口啊，所以说建议还是补充财库。